感恩师父，八四年的鼠。请师父慈悲看一位八四年的老鼠男的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父。八四年的老鼠是吧？对。八四年的老鼠，八四年的老鼠。看什么？讲吧。看他的身体状况，肝方面。长了一个很小的东西。对。过去喝酒啊？喝。现在还喝不啦？没喝，没有喝了。不能再喝了。没有喝了。你要吃全素了？现在在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动手术的话，你没几年。啊。你现在赶快要放生。有放了。放生多少条鱼，师傅？他有的放了，八千条。好，那多少张小房子？280张。280张。好好念，他人挺好的，他这个人就是比较仗义，喜欢跟人家出头。对。傻傻的。对。对。因为我看到那个图腾，就是这样的，趴在那里，头怎么在晃，明白了吗？没脑子的他。他没脑子的，人家画画他，说他几句好话，他就不知道家在哪里了。对对对，这倒蛮勇敢回答的。师父，那么他这个毛病是他本身的这个精前世的业障，还是祖上的？我看看啊，活的东西吃了太多了，活的。他现在不吃了，他现在不吃。举个简单例子。你吃了喝吸了20年的烟，你到21年的肺癌出来了，我现在不吸烟了，那你就是20年已经吸出来的癌症啊，听得懂吗？你这个肝就是这么多的活的东西吃出来的，我现在看还有很多的虾在你爬在你的肝上，还有很多的鱼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是那个胖头鱼，小的时候经常有补的。抓鱼有不啦？有，经常抓的。我看看你有没有钓过鱼啊？跟人家都去过。去过，但自己没钓。钓倒没钓。啊、嗯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要好好努力啦。好。颈椎不好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年纪轻轻啊，你的前列腺已经有了。啊、嗯。前列腺肥大。小便不好。对对对对。明白了吗？好好念经，师父往生咒每天49遍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在你的家里边上还要贴个山水画。好。你们家进门左面那个房间像放杂物一样很暗的。左面啊，进门之后，好、啊，那是放一个鞋柜，鞋柜是吧？对对，鞋柜上面贴个山水画，好，那个地方有很多闪灵。那个师傅，那个房子现在我是住在我妈妈家里。什么？我现在跟我妈妈住在一起。你跟你妈是吧？对。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？你跟你妈妈住在一起，你是说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好不好？对。你妈妈几岁了啦？我妈妈今年53岁，属兔的。你属什么啦？我属老鼠。63年的。啊，你这个人没什么用的，你妈妈蛮厉害的，你听你妈的，所以你这个媳妇没有，你要听你妈，要听媳妇的，所以你两边都要听。媳妇拉你左耳朵，你妈妈拉你右耳朵，所以你两个耳朵都比人家要大一点。开玩笑、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多念点姐姐咒。姐姐咒好吧。好，帮妈妈多念点姐姐咒、好了，你现在没条件了，你现在把妈妈搬出去也不好，先就这么住着吧。对对，他们家条件很差的。家里条件很差、对对，现在先住着，多贴点山水画。山水画是辟邪的，防邪的，好吧？啊，有时候自己条件不好，
要分开点气场，就要多贴山水画。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师父请慈悲开示一下，不是还有个小孩子，他这个眼睛斜眼的，他时间预好了，十月六号要开手术，那么看看这个要不要做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14年的马。左眼睛斜。对，左眼睛厉害一点，右眼也有。对，斜到这里的。对对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做手术嘛好一点点。哦。啊，我问问看啊，要不要做啊？做，已经定都定下来了，还来问我啊？不是。时间都定了。对不对啦，我讲啦。对，师傅看看就能够念多少小房子，好的我就不要开手术了。做吧，给他做，否则太难看了，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。哦。做一个手术会好一点。哦。好吧。好好。给他念经吧，49张小房子烧下去，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孩子能够做眼睛的手术圆满成功，会好的。好吧，好好好，感恩师父。这孩子很老实的。对对。哎，不想的。嗯。很内向的。是。他要放生多少条鱼呢？这个小孩。啊。这个小孩要放鱼多少？300条。好，哦，好的。好了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感恩。